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。大家好，我是秦碧纯，欢迎收看七月二十二号礼拜一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。最近南部落了几啊天的大雨，造成白眉蚊滋生。已经伫个东区九明里，就新增加两个本土性天狗类的病例，而且这两个病例是大社会白鸭路。平常时啊，活动的所在大部分拢是伫个徛街附近的巴克利公园，所以台南市政府为了避免疫情扩大，为今仔日开始将巴克利公园封闭两礼拜。台南市天狗日疫情持续增加，目前本土天狗日病例已经来到十四例，分别是住伫咧东区崇明里七十外岁男性，以及四十外岁女性。而且这两个病例，阁是住做伙老爸甲查某囝，另外甲这对老爸查某囝住做伙，阁有其他四位家属。所幸其他的人并无出现感染的状况，但因为病情有潜伏期。几乎烦恼疫情扩大，将会持续追踪。三例是一个七十多岁的阿公，那十四例呢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女性，那这两位呢是妇女，她一家六口呢就住在同一栋的这个房子里面，那目前呢大概女婿呢大概也同样有症状，但是呢她。在昨天呢，被PCR 阴，所以他必须要二采。因为这两个病例活动区域大部分拢伫咧巴克利公园，市府为了防范而然，为今日开始将公园封园两周，进行喷药啊防疫，希望民众爱配合。伫这段期间，卖入去公园运动。巴克利公园呢，其实大概这个疫情呢，在经报告市长之后呢，市长才是要考虑休园哈。这个也是他对公共卫生的这个了解，所以我们会在今天早上的会议呢，再请相关的局处来考虑这个包括时间，然后范围，然后再跟我们的市民朋友呢公告这样的事实。南部连日大雨，真侪所在拢有积水，容易滋生白眉蚊。台南市天狗日防治中心特别呼吁，防疫工作要全民动起来，清除出来外积水容器。避免滋生白眉蚊，整理家园时要落实寻到清刷式的步骤，才会当有效将疫情控制下来。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。台南市警察局新任局长甲部分分局长上午分别举行报答典礼，由市长黄伟哲亲身主持，新任局长周佑伟为副局长林金南的手中接下印信。市长面临新任的局长，爱发挥伊伫个行事的专长，和市民伫个治安方面有感受。伫警政署副署长、警友会组织团队甲侪侪议员面带见证，将新营警察局的大礼堂客甲满满。会中市长吴伟铁亲自主持宣誓交接典礼。面对新任局长周佑伟伫前局长建立好的传统之下继续深化，同时发挥伊的行事专长，建立行动警政，予市民伫治安有感。对此，新任局长周佑伟嘛认为，家己市府团队对着毒品诈欺等暴力，以及每年大选等任务的责任重大。警察局各位同仁能够维系我们过去合并之后的陈前局长跟黄前局长。对许多好的传统，以及能够持续治安稳固的工作。那么，我们当前治安的工作重点，查缉毒品、积极溯源、打击诈骗、扫荡帮派以及街头暴力、维持交通安全以及顺畅，都是目前警政的重点。期勉我们周局长跟全体警察同仁能够不懈怠的。继续完成这个工作。这段我来呢，也是秉持以往啊，我们这个黄局长他做的这个基础哈。那当然，我们有自己要做的就是所谓社区警政。那社区警政就是我们同仁都要深耕刑区里面的邻里长、大厦管理员，还有各方面跟警察有关系的这些同仁、民众。那我们希望说，透过这个互动呢，然后我们把社区的治安工作做好。
那另外年底呢，是事实上是一个重点的工作，就是我们茶会日报的这一工作。那我们会加强布雷的工作，同时呢，会用行政中立啊，然后来这个把这个咸丰啊来做好。在政府拼治安有感的同时，民间力量也拢出席盛会，彰显全民共同打击犯罪决心。其中由北河调往嘉义分局长的施宜先，因为是市建局有伊的女性分局长，用体贴关怀女性特质备受瞩目。我们会尽量的关照到每一个同仁，但是其实不见得。我觉得现在的工作应该都是一个中性的工作。那其实警察同仁真的在工作岗位上面超时的工作，非常的辛苦。那我们会尽量看到同仁的辛苦面，然后再给他们鼓励。真的还是要非常强调，就是一定要民众支持我们，我们才能够完成我们的任务。会中第三副局长卢世平调往永康副局长，第六副局长柯坤廷调往第三副局长，嘉义副局长陈建明调往第六副局长，北河后勤科长朱信贤调往北河副局长，拢一一完成宣誓就任。台湾新闻官及林根采访报道。一名姓刘的男子，因为伫个脸书打真侪张旧年台南淹大水的相片来作假，被市府紧急澄清这是假消息以外，嘛报警追查。上午刑事警察大队召开记者会，说明已经传唤这位男子到案说明。同时，台南市政府发制处嘛强调，市府将会以灾害防救法提出告诉。在刑事警察大队副大队长的主持，包括水利局副局长和法制处长，拢亲自出席说明传播台南淹水假消息一案，已经接纳罗姓男子完成修正和传唤的进度。同时，徛伫维护社会秩序和灾害防救的角度，市府认为事关重大，已经决定以灾防法提出告诉。市府呢，针对假新闻的部分呢，是采取了零容忍的立场。那针对这次的假消息，那造成了民众社会的恐慌，那我们呢打算呢涉嫌呢违反呢灾害防救法41条第三项，那他会科以呢3年以下有期徒刑，或者以及呢100万以下的罚金。那我们打算呢今天呢正式提告，那将由呢警察局呢去收集呢相关的事证，那移送了地检署呢侦办。那去追究呢相关的制造或散布者的法律责任。根据水利局比对，7月19号南部好大雨，但其坦白讲，虽然有积水，不过上悬大概5公分，却被民众以高雄淹水相片糊弄，以及将旧年新年边高的积水画面乌白到，所以市长吴伟天嘛相当支持采取法律行动。今日新闻官及林根采访报道。叶坤姐马上登来新闻现场。消灭登革热，仔细清扫，立即做。饮水机、水盘若有积水，要倒干净。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，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纹。花瓶底部、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，避免纹软附着。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。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。防治登革热，清干净、倒干净、刷干净、晾干净，大家一起来。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《贝读 Book》，台南爱读册。农历6月18是地府千岁圣诞的日子，这些信众拢前往十二台南天宫为地王爷祝寿。现场甚至有超过100岁临岁阿公去过七星平安桥，也来自国外的信徒来参拜祈福，现场闹热滚滚。农历6月18是地府王爷的圣诞，当天透早9点一到，十二台南天宫的主因吴顺德就率领楼主以及庙内委员伫擂鼓鸣炮后，进行团拜祝寿典礼，以虔诚的心向地王爷顶礼为尊，上香跪拜。除了为地王爷祝寿，也祈求学业平安，
同时庙方今年特别为地王爷打造一面金牌，感谢王爷的保庇。接下来就是由着各高背景以及地方的社团，一一为地王爷祝寿。这届有来自新加坡的国外信徒特别登来为地王爷祝寿，并参与专程的活动。下午也遵照传统，准备每一年上盛大的免费过七星平安桥、静游等仪式，来替所有的信众消灾祈福。这届虽然拄着落雨，但是又乱来了侪侪的信众，其中有一位百岁阿公嘛，特别来为地王爷祝寿，现场闹热滚滚。叫阿公的生日，阮特嘛来，来拜拜啊！我们到慈福王爷这边拜寿已经好几年了，然后因为王爷真的是很显灵啊，那保佑我们大家都出入平安。然后基本上我们有什么心愿啊，我们求的只要不是过分的心愿，都真的会实现。所以我们这次大家又再回来，就是参加那个扫香团。然后今天晚上六点多的话，我们会再继续扫四个小时的扫香。每一年拢为地王爷举办盛大隆重，而且遵照古礼的十二殿南天宫，就是希望透过这一系列的祝寿仪式，感谢神明的保庇，并让信众感受到地王爷的神威。如果是受过地王爷照顾的信众，也莫忘记以后的农历六月十八要倒来为地王爷祝寿。但是新闻不宜采访不得。长期关心社会弱势朝日行善会，拢会定期举办集会甲爱心的义卖。即个伫后甲活动中心举办的集会，安排义诊甲按摩，和社区的民众拢非常的欢喜。市长黄伟哲甲多位议员也到场支持。一来到后甲活动中心，就使看到侪侪爱心义卖以及义检甲热量的单位。这其实是朝日行善会的定期活动之一。会中，因会共同分享各社区的经营经验，同时也安排侪侪精彩表演，让参与的社区民众拢看到非常欢喜。市长黄伟哲以及侪位议员拢亲自到场参与，甚至市长也家己出钱买了社区的商品。朝日行善会的理事长表示，希望透过安尼的活动，会使帮助各社区联络感情，同时加强经验的传承。今天我们办这个台南市社区交流联谊的主要目的呢，是要让我们结合的这三四十个社区，他们在物资上、蔬菜上，就是可以互相在，而且在食物的主食方面，可以互相的分享经验，然后交流，各个社区彼此的运作状况。行善会这几年也有推动蔬菜银行的计划，透过募集蔬菜，让各社区运用在长辈的用餐。理事长也希望社会各界会使多多来支持，共同为长辈来付出。大家都知道，其实送餐公餐它最缺乏的就是物资跟蔬菜。那我们透过我们这个平台呢，他们来领取蔬菜，可以减轻他们社区的一些负担，然后把政府补助给他们这些多余的经费，他们可以拿去买鱼啦、买肉啦，来补充一些营养，让这些长者可以吃得更健康。那我们希望呢，台南县市如果有一些就是公司行号，还是就是一些餐厅之类的，他们如果有过剩的食材，或者是多余的物资，可以捐赠到我们的蔬菜平台，我们可以分享给我们的这个社区，让他们去供餐主食这样子。行善会也欢迎社会上有需要的弱势团体，会使来找因收取蔬菜，让更加侪人感受到社会的温暖。但新闻国博义采访不得。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。明仔载是乌阴，有时侪云存雨，或者是雷雨的天气。温度27度到31度，落雨的几率有70%。海面平均风力6级到7级，上大阵风是10级。感谢你收看7月22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，我是秦美纯，咱再会。